随着科技不断的进步，加上公众对于健康养生的意识越来越高，近年来保健科技产品日益普遍，而当中呢也有不少是特别针对女性消费者。是的，那从苹果公司最新苹果手表的排卵期预估功能，再到经期追踪应用等，女性健康保健科技设备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市场潜力无穷。但在吸睛十足的宣传背后呢，这类科技是否真的能够增进女性健康，甚至帮助她们实现生育心愿呢？我们随记者李怡桦带您了解。苹果最新的第八代手表，表背以及显示屏下装有两个体温传感器，在用户夜晚熟睡时，传感器每五秒测量体温，侦测用户排卵后体温升高的现象。结合手腕体温数据以及所记录的经期周期资料，苹果公司借助先进的演算法，估算用户可能的排卵日期。只不过要使用智能手表估算排卵期，需每晚佩戴手表入睡，记录至少两个月经周期，才能准确推算排卵期。环境温度的偏差以及因人而异的排卵前后体温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新功能的准确度。本地首个女性保健科技线上卖场售卖的产品琳琅满目，主要分为月经追踪及护理、性保健、生育以及怀孕及产后护理四大类型。公司自两年前成立以来，生意蒸蒸日上。We are seeing fertility interests within our consumers as well as the government. You know, we're trying to raise up fertility rates. But in terms of purchasing, like the technology around it, people are hesitant because it's such an unknown. They don't really know how they're supposed to use it, what they're supposed to do with it, what is the education around it. So we're really trying to build up education, build trust with our community, and hopefully then we'll start to see more sales in wanting to try these products.用户每天只需花两分钟，就能利用这个仪器检测子宫颈粘液中荷尔蒙的变化，之后应用就会显示用户的最佳受孕期，这往往是排卵前的两三天。这个仪器的销量占平台营业额的15%。而开创这项备孕仪器的美国起步公司，过去两年的销量每年平均增长3倍。为探测子宫颈粘液在排卵期前后的荷尔蒙变化，仪器主要通过非常微弱的电脉冲检测粘液对电脉冲的影响，借由精密传感技术更精准地推算用户较容易受孕的时期。One of the most common reasons why people buy this product because it's way more expensive thanLH test is because the other methods have failed, and most of our customers, when they come to us, they have been trying to conceive for almost 1 year without any success. And when they buy KEK, they're usually pregnant within the first 4 cycles.国大医院妇产科医生发现，超过80%前来看诊的妇女都借助排卵测试棒、经期追踪应用程序等仪器或智能科技来协助估算和确定排卵期，好在排卵前后约2-3天的最佳受孕时期行房，不过成效有限，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体温呢，只是其中一项非常微弱的一个迹象，所以其实说排卵期之前呢，他们说会降温0.1 0.2，就很小很小的幅度，它的有效度还是有一定的限制。过于使用这个方式，100%用这个方式，对我来讲，我觉得会给夫妻施加更多压力。尽管并不能完全对症下药，但女性经期以及排卵期回推估计等数据仍有一定作用。例如，通过应用程序发现经期失调的女性，可及时调理身心，达到备孕的最佳状态。那其他的科技消息方面，我们再来看，全球首富马斯克收购了推特之后，他的管理手法引发了许多的争议。他再次宣布推出蓝色打勾的认证收费服务。是这项服务呢，原定上个月面世，但因为出现大量虚假账户而被喊停。新的服务费的这付费服务能让用户享有更多功能，例如呢修改推文并上载更高清的视频。推特同时也解散了负责网络安全、骚扰等课题信任和安全理事会，引起了不少业界人士的关注。
另一方面，视频网站 YouTube 从昨天开始推出了一项新的功能，加大力度打击仇恨言论。一旦用户的留言涉及到这方面的言论，就将接到平台的通知。而如果他们不顾警告继续发表仇恨言论的话，就会接到禁令，24小时不能发言。目前这项功能只限于英语内容，那么接下来它还将扩大到其他的语言。通讯应用 WhatsApp 推出了卡通形象功能，让用户可以拼凑发型、脸型、衣装，创造代表自己的卡通人物作为个人资料照或者是贴图。母公司 Meta 创办人扎克伯格指出，接下来呢会推出更多的造型给用户尝试。 Meta 旗下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早前也推出了类似的卡通人物功能。卡通人物功能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逗趣可爱哈，但是你们知道吗？要让用户打造个人的卡通版本，如今啊，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都可以尝试。比方说 TikTok， 它近期呢就推出了滤镜功能，让大家呢可以成为日本动漫人物，艺人、网红都纷纷尝试。是，这个名为人工智能动漫的滤镜功能呢，近期就疯传了。也有网民将功能用在这个毛小孩或者是玩具上，可让这个可爱程度进一步的升级。那除了用在人和动物上，也有用户尝试将本地的景点，例如滨海湾花园啊、鱼尾狮啊、购物中心或者是地铁站和车厢内都转换成为动漫场景。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有网民在拍摄主走廊甚至是自己的屋内时，发现镜头前明明没有人，前方竟然出现了动漫人物，因此质疑眼前是否看见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滤镜近期也成为了灵异探测器，不少网民跃跃欲试，纷纷在他们的祖屋楼下、酒店或者是工作场所等不同的地点拍摄，看一看会不会出现不该出现的动漫人物。不过呢，这毕竟是一个滤镜功能啊，探测的图片未必能够准确的转化。有网红呢，在深夜搭巴士的时候呢，以一排排的空座位为背景使用滤镜，结果呢，自己竟然变成了一头狼。可见呢，这个滤镜所谓的探测功能是有多准确。现在时程有约就播到这，欢迎你浏览巴士界新闻网以及新闻深呼吸 Facebook 页面收看网络视频。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程有约，那我们再见吧。再见。